好，马英九总统到了萨尔瓦多的时候，那么新总统就是富尔内斯哦，他也承诺说会继续来维持萨国跟台湾继续维持邦交，但是希望中国大陆发展经贸关系。马英九总统他也明确表态了，不反对，强调台湾跟大陆也有交流合作的，不反对邦交国跟大陆发展经贸关系。而根据了解，马政府对于友邦跟大陆发展经贸关系已经定调，确定是抱持开放的态度。